深夜份的客家新主义单元，我继续邀请到当地有名的师傅来教观众朋友做创意料理哦。贵烟是贵烟的哦，红烟哦，嗯。突然间来咩？嗯，哦，你做好诶。哎，就是说，这两个平常平的冷啦，所以我两下班就无了哦。三点钟，三十年哦。你要莫说，爱哈输。唔但唱做得好多创意料理，还有精彩出奇的比赛做得看哦。妈妈做事最多年。俺们七八岁就开始做。七八岁有信心吗？当然有信心嘛，可以完成，爱乜嘅人。他一般来就会站到那个位置啊。另外，俺一子还有想到当到客家名人，来食材料理王的座下，向下打斗戏哦。哎，放马过来。你爱虾米诶？要剥壳哦。哎呀。真的好想吃肉，像他靠豆豆支持哦，大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出了三点开始嘅，食材料理网，等来做网，加加来做网。